土豆，怎么几天不见，你又变帅了？今天我们来玩幸运方块，看看谁运气好，先挖到好东西，走到终点。这次我可说好了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，能动嘴的时候，我一定不会动手的。哈哈，那我先拿武器出发了。土豆你，我得赶紧拿东西，全是稿子，拿一个在工具栏，其他全放背包。斑斓，我要先跑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土豆，这是自己往下跳的。哎呦，我勒个大去去去，恐怖如斯，吓得我差点挖穿了自己脚下的方块。土豆，你是不是傻？失误失误，这次我要认真了。那我不管你了，你继续趴着吧，我要开始先挖了。第一个，能量剑和披风全部装备起来。豆豆子，你怎么这么快？看我的第二个宝箱，哇，好多东西啊，不过怎么全是子弹？哎呀，全拿上全拿上，不能白不拿。斑斓，你看这。好啊，你居然拿枪对着我，我有火箭弹，还不快把你的枪收起来。土豆你竟然打我，气死我了，我要重新找过一个箱子，赶紧挖开。哈哈，土豆你完了，这次我拿到了火箭筒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土豆你看。哎哎，斑斓你别乱来。哎呦，你别把我的桥打穿了，打穿了的话我就过不去了。放心放心，我的导弹自动跟踪定位你的，不会有偏差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要用火箭筒是吗？你看我的火箭筒还能往天上往地下发射呢。哎，大哥饶命，我不用火箭筒了，不用火箭筒了还不行吗？这还差不多，免得一不小心崩到了自己。还真是，土豆亲身给我们做了示范了，我还是赶紧挖箱子吧。哎，是大头锋刺，赶紧拿上拿上，嘿嘿，让土豆变大头。斑斓你不行，土豆的枪太强了，我得赶紧去找抵抗它的神器才行。哎，我找了那么久怎么都没有狙击枪啊，难道真的是我运气不好？哎，有吃的，是烤鸡，不错不错，真香。哎，老豆子呢？啊，你怎么到我这来了？嘿嘿，我来这找神器呀，看我不挖掉你的幸运方块，拿走你的神器和吃的。哎，你自己那边也有，居然跑过来拿我的。别生气别生气嘛，来来来，吃个小面包。土豆，我要让你变成大头。哼，我不管你了，我要去终点拿最好的神器。哎，隔壁那只老豆子，你给我站住，那是我的终点宝箱。哈哈，你难不住我了，不过这终点也没啥好东西嘛。土豆你完了，我要用火箭背包飞上去吃点星星。啊，吃星星没用，那你就等着看我的火箭弹吧。这什么破玩意儿啊，一下都打不中。哈哈哈，老豆子你气死我了。